真，想逃走，难道是要求过分了吗？能不能再让我一下？回忆现在这里，看着我说出口，那你是要不要我啦？一点也不喜欢刺激，要不是你靠在肩膀，心跳都乱了，避开双眼。就没办法呼吸，要不是你卡在这里，能不能放过我的小脑袋？你说我特别特别的美，但你离开的时候从来不回头，能不能再给我一下？我愿意等你很多下，别急着想逃走，难道是要求过分了？谢谢。